招价 ET 个股推介啦，建议大家留意招金一八一八噶。拣选原因系啦，内地金价近日咧创出历史新高，上海黄金交易所啦 AU 九九九九黄金咧升到去每克470元嘅水平噶，按年升咗20%。随住国庆、中秋超长假期啦、节日消费旺季、婚礼等嘅需求啦，有利于黄金同埋相关金色消费需求咧进一步释放，股份可以留意招金。由於黃金價格上升，加上公司產能釋放，招金的盈利能力自去年持續提升，去年的盈利增長近11倍，去到4億人民幣。今年上半年盈利持續上升135%，至到超過2億5千萬元人民幣。期內黃金價格在高位運行，帶動毛利率提升1.3%，至到39%。綜合彭博的預測，招金今年的毛利率預料較去年大幅提升10.7%，去到44.3%，全年盈利增加125%，去到9億人民幣。走勢上，招金近日突破四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，並且挑戰前高位12元區，走勢轉強，突破預料可以嘗試五月高位14元區，策略上可以睺11.5級納，跌穿10.8就適宜減持。